好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问候，也就是前面的四节内容。好，来看第一个 ，Paulus apostolus non ab hominibus neque per hominem sed per Iesum Christum et Deum Patrem qui suscitavit eum a mortuis。其实很简单啊。基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对得下去 ，Paulus 保罗 ，Apostolus， 嗯，是来自于希腊语的，直接从希腊语一个字一个字或者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搬了过来，使徒。说 non， 所以说使徒保罗其实是保罗的一个同位语啊。使徒保罗说 non ab 不是从人那里来 ，ab hominibus。另外一点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味的事儿，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是 ab， 在辅音前面的话，一般都是一个 r， 就长这样，长 r。但是 h 是个例外 ，h 是个例外，它也是辅音，但是它还是那 ab hominibus， 不是从人那里来，也不 neque 也不说 better 因着人或者说借着人 ，better 后面跟一个宾格 hominem。也不是借着人来 said， 而是怎么怎么样 better， 而是借着 Iesum Christum， 宾格耶稣基督，以及 et Deum Patrem， 以及父神。好，说 qui， 我这里没有去加这些长音符号，我从网站上面粘贴的时候，他也没有加这些长音符号 qui， 那谁是吧？父关系代词对父神的一个进一步的界定、啊、那什么什么的父神 Suscitavit、复活，复活了谁 Elm 复活了他，从哪儿 a、啊、你看这回就是 a 了，是吧？上面是 ab， 这回是 a a mortuis， 从死人那里。好，继续 et qui mecum sunt omnes fratres Ecclesiis Galatiae et qui， 而那些个 those who， 就这个味道 those who， 而那些个 makeum、makeum 跟谁是在一起的 me 我，而那些跟我在一起的 cum with。 再来 sunt a 说 omnis 所有的 all fratres， 所有的弟兄，谁的弟兄 ？Ecclesis， 教会的。然后这地方的话，给出了一个长长的意思的尾巴，其实是一个语格。教会，所以就是给众教会一个长长的意思的尾巴。那 two churches， 而这个味道。说以及那些个跟我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个弟兄们，要给教会，什么教会 ？Galatia， 你把这个后面的 a 一去掉，剩余的就是 Galatia， 加拉太。然后这是你从这地方也看得出来，这封信的名字叫做 Epistolas ad Galatas， 加拉太。不过这地方的话。是加拉太人。好，往下走。说 ，Gratia vobis et pax a Deo Patri et Domino nostro Jesu Christo。其实很简单啊，但完全就是把它的希腊语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搬了下来啊。你要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也录过它的希腊语版本，你也可以两边对着看，你就知道。这拉丁语版本简直就是跟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就是拿拉丁语写了一遍吧。Gratia， Grace， Gratia， 恩典，然后 Vobis to you， 一个复数版的语格，赐予你们，对吧 ？At box， 平安。这英文这个翻译是真的，我觉得已经尽了他的全力了。尽量保留
尽可能多的像原文一点，说恩典与平安都给你们。从哪儿啊？又来一遍。从 Deo 多格 Padre， 从父神那里。然后前面有一个宾格对吧，就是 Deum Padrem 多格 Deo Padre， 从父神以及 Et Domino 主 Nostro 我们的，和我们的主谁呀、啊、耶稣 Christo 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往后走。第四 Qui dedit semet ipsum pro peccatis nostris ut eriperet nos dei praesenti saeculo nequam secundum voluntatem Dei et Patris nostri。 Qui 又来关系代词 who 那他怎么怎么样 dedit 给了 gave semet 不太常见啊，我们更熟悉的可能就是个 say 一个东西 semet 他自己，而且是还强调了一把他自己，把恰恰他自己，有这个味道。 Ipsum 强调前面的 semit， 说他把恰恰他自己给了，给出了给谁 pro 为了谁 for peccatis 罪 peccatis 这 nostris 我们的，为了我们的罪舍己 would 以至于怎么怎么样 so that， 不过后面接的是一个虚拟语气 eriperet 拯救以至于它可以拯救，然后 nos 我们。另外多啰嗦一句，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完成式，主语是完成式，所以这地方的话一个未完成的虚拟语气，说 eriperet nos 把我们拯救出来 day from从 presenti 打明白了啊 present 现在这个 cyclo 这个世代 age 或者是 generation， 它下面翻译成了一个 world cyclo， 说以至于它可以把我们从现在这个时代拯救出来，然后 nequam secundum salutatem Dei et Patris nostri Nequam 邪恶的，然后 Secundum according to 是吧，你没看错，那就是那个第二那个词，它的一个这个中性吧，在这里是拿来当一个介词用啊。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 Voluntatum 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的比如说这个 Volunteer 是吧，志愿者跟意愿有点关系对不对，旨意意愿谁的 Dei、神的，根据神的旨意，以及 at Patris nostri 以及我们的父、或者说神我们的父的旨意。第五 Qui est gloria 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有没有看见这个觉得很耳熟啊，我感觉出现过一次是吧。会好，这是一个语格版的 to whom 语格版的关系代词，说什么什么是指或者说是给他的，说 est 是，然后 gloria 荣耀归于之前的那位，然后 in saecula saeculorum 这个也可以当一个词组来记，如果说直到永远，字面上来看是 in age或者 in ages、into age 然后 of ages， 这两个词后面一个属格版的复数版，前面一个属这个宾格的这个复数版，然后后面这里属格版的复数版。阿们打了一个，其实这地方可以加一个小顿号或者小逗号或者小句号、阿们诚然只要是
许个愿，都最后给自己盖一个章，诚如上面所言，诚如上面所言。另外的话，这个词儿之所以说你觉得眼熟，你这儿是不是遇到过一次？对吧？不是遇到过一次。好，这部分我们先说到这么多，下一次我们接着往后读。